当一百只帅气十足的陆障飞机头僵尸来到冰天雪地的冰河世界，有哪些植物能够打败他们呢？挑战正式开始。第一个上场的是充能柚子，充能柚子挑战成功。第二个上场的是火葫芦，火葫芦挑战成功。第三个上场的是猕猴桃，猕猴桃挑战成功。第四个上场的是西瓜投手，西瓜投手挑战成功。第五个上场的是火龙草，火龙草挑战成功。第六个上场的是倭瓜，倭瓜挑战成功。第七个上场的是冰西瓜投手，冰西瓜投手挑战成功。第八个上场的是香蕉火箭炮，香蕉火箭炮挑战成功。第九个上场的是火焰豌豆射手，火焰豌豆射手挑战成功。第十个上场的是竹园外，竹园外挑战失败。第十一个上场的是烈焰菇，烈焰菇挑战成功。第十二个上场的是蒲公英，蒲公英挑战失败。第十三个上场的是蚕豆突击队，蚕豆突击队挑战成功。第十四个上场的是岩浆番石榴，岩浆番石榴挑战成功。第十五个上场的是旋风橡果，旋风橡果挑战成功。第十六个上场的是魔音甜菜，魔音甜菜挑战失败。第十七个上场的是原始豌豆射手，原始豌豆射手挑战成功。第十八个上场的是导弹萝卜，导弹萝卜挑战成功。第十九个上场的是桑葚爆破手，桑葚爆破手挑战失败。第二十个上场的是毒影菇，毒影菇挑战成功。第二十一个上场的是龙舌兰，龙舌兰挑战成功。第二十二个上场的是玫瑰剑客，玫瑰剑客挑战失败。第二十三个上场的是火焰花女王，火焰花女王挑战成功。第二十四个上场的是原始大王花，原始大王花挑战失败。第二十五个上场的是冰龙草，
冰龙草挑战成功。第26个上场的是这师傅。这师傅挑战失败。第27个上场的是茄子忍者。茄子忍者挑战成功。第28个上场的是双枪松果。双枪松果挑战成功。第29个上场的是水仙花射手。水仙花射手挑战成功。第30个上场的是熊果旧炮。熊果旧炮挑战成功。第31个上场的是豌豆迫击炮。豌豆迫击炮挑战成功。第32个上场的是雷龙草。雷龙草挑战成功。第33个上场的是尖刺秋葵。尖刺秋葵挑战成功。第34个上场的是苹果迫击炮。苹果迫击炮挑战成功。第35个上场的是迪奇兄弟。迪奇兄弟挑战成功。第36个上场的是爆炸草莓。爆炸草莓挑战成功。第37个上场的是斯巴达竹。斯巴达竹挑战成功。